九思疑点多多，只是他为什么要潜伏在济世堂，而且这么长时间都不动手？济世堂到底有什么吸引着他？顾铮说罗侯就藏在济世堂，你怎么看？济世堂一共就这么大，他会藏到哪儿啊？可我怀疑就是你。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他马上露出马脚。不过需要三姑娘配合我一下。什么方法？策划，你太过分了！这个阵法是我用画心笔画的，都是幻觉，不会伤到他的。要想验证他的身份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不说他是陆家大小姐吗？这一定是假的。小和尚，劳烦你请一下青城子，你就说故人来访，前来讨债便是了。你真的有把握将我置之死地吗？你以为你能逃得出去吗？哼！这个阵法，邪魔妖怪进去，休想再出来。大师，我这个手下和你一样，都是正儿八经的正道人士。哎，陆管家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帮我找宁大夫。别，这掌柜的还是赚钱呢，你有事跟我说呀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说那妖魂现在怎么样了？哦，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被吓着了。老爷给了他一些银两，让他回家歇息去了。那东西不伤人，应该无关紧要吧？哎呀，宁大夫，你有所不知啊。这几天城中有不少人见过那东西了，听说长得青面獠牙，一看就不像善类。都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啊？城西卖糖的老陈，还有卖包子的瘸子，还有我家面缸。感情还是个饿死鬼啊？那至今都没有伤人吗？是没伤人，但是府上买来的鸡啊，昨晚死了好几只，都是被吸干了血。老爷担心，怕他出来伤人，所以想请岑姑娘跟宁大夫过去看看，能捉住最好，也是为民除害。实在捉不住，也给府上留几张符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岑姑娘，她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你看我怎么样？你？啊？我可是你们家大小姐的二师傅，好吧？只要你这价钱给到位了，我去给你们捉妖。这，你看啊，这五雷咒、辟邪咒、送子咒，不好意思啊，拿错了。这七星坛，新鲜糯米，还有黑驴蹄子。你这搞了这么多东西，到底有用没用啊？您老就放100个心吧。今天晚上吩咐府中人把门窗都关好了，只要那个妖怪敢来，小爷我定让他有来无回。啊，好好好。掌柜的，小妹，你们都欺负我，别抢我鸡腿儿。空空大夫，妖孽，你快把剑拿开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家老爷说了，这个今晚呢，估计那个妖怪不会来了。你还是收拾收拾回去休息吧。等明天啊，让那个宁大夫留几张符咒就行了啊。
不行，这煮熟的鸭子怎么能……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司马空空答应人家的事情，我就必须做好，所以我一定会坚持到天亮的。哎，也罢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哦，风大，把蜡烛都吹灭了，我给它点上。那个空空大夫，那你就有妖怪，有妖怪，我看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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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内黑外紫，遇糯米则荣，患者虚热盗汗，有白瞳，按照古籍中记载应该是湿毒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他是如何伤到的？昨天晚上我们刚睡下，听到院子有响声，他偏要出去看，怕是野猫进了灶。刚出去没多久，我就听到他一声尖叫，我出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这样了。那你可曾看到是何物伤了他？当时天太黑，看不清楚，似乎是一个小孩子。小孩子？对。他现在中毒不深，回去之后每天用糯米水清洗伤口，再连着吃几天糯米饭，切记不可见荤腥。待伤口长住，用毒蛇胆熬洗澡水，每天洗三次，直至眼中白瞳消失。哎，好好的。又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。掌柜的，我告诉你，出大事了。哎，你不是捉妖去了吗？哎，别提了，我告诉你，那妖怪太凶猛，我根本扛不住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昨晚被小僵尸咬了。小僵尸？哎，你又干嘛去？我去找陆老爷，要不是我把蓝僵尸赶跑了，今天遭殃的就该是他们，所以我要找他们要钱去。滚！不错呀，终于开始伤人。道长，作何感想啊？这可是你最疼爱的小徒弟，你看看他，现在已经人不像人，妖不像妖了。用不了多久，在你的感染之下，他就会变成一个没有人性、只会杀人的恶魔。你是否满意啊？没有了化心师的济世堂，不过就是一只没有了牙的老虎。林维玉再厉害，他的能力发挥不出来，也不过是只病猫。师父，怎么样了？我去过化心阁了。他还没有回去。邓琛，哎呦，不可能啊，以他的脚力应该很快就到了，除非他出事了。你不用太担心，化心阁的每个弟子都会有命牌存放在阁中，只要命牌没碎，就说明人还没事，曾换的命牌还好好的存放在阁中。还好哎。那还好，那还好。而且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九思潜伏在济世堂里这么久都没有下手，说明他有所顾忌。况且曾焕他也不是吃素的吧？不过你怎么对化心阁这么了解啊？好歹我也跟着曾焕去过嘛。哦。哎，掌柜的，我看到衙门口贴了个告示，谁能捉到僵尸就赏黄金百两。什么僵尸啊？哎，真是的，黄金百两都不来，那可是黄金百两啊。
人家是陆府的千金大小姐，能在乎这点钱啊？那蚊子再小也是块肉啊，况且还是块肥肉。哎，别到时候肉没吃到，把命给丢了。要不是想看看这僵尸跟古籍中记载的有什么区别啊，我才不来呢。山龙鳞针有相，水龙巨门见水，急急如律令，现。还是把四喜叫出来比较有安全感，靠谱。文玉哥哥，康康哥哥，好久不见。小四喜真乖。哎，别他皮，别他皮。过会儿我抓到僵尸以后，哥哥请你吃冰糖葫芦，好不好？嗯，真乖。走，走吧，走，干活。走啊，站着干嘛？啊啊啊啊！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收收，快！掌柜的，救我！哥哥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什么情况？嘴没问题啊，难道是我们眼花了？啊，没事就好，走吧。我的老师吗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！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！僵尸啊！坏的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！四喜，你别吓我，乖啊！四喜，我发现了，月光，月光，快挡住他！快，快挡住他！快快快，快挡住他！挡住！文宇哥哥，你的衣服皱死了，你盖着我干什么？四喜，外面有妖怪，特别吓人，你躲着点啊！哦。所以你是说最近城里闹得沸沸扬扬的僵尸就是四喜？不信啊，你看。哎呀，别闹了。可是四喜是木星妖，怎么可能吸血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是那些被人伤口上确实有尸毒啊。有没有可能四喜跟顾征一样，原本都不是妖，而是有人将他们变成了这样？四喜那么可爱，谁会下得去手啊？谁知道。四喜，还记得你小时候的事吗？记不得了，只记得这几年的事情，一直都在西鹤，直到空空哥哥和维玉哥哥把我召唤过来。月光属阴，古籍中有记载，见月而狂是阴毒入体的前兆，人一旦中了尸毒，就会出现见到月亮就癫狂的状况。可是四喜是妖啊，怎么可能中尸毒呢？或许有种情况，四喜和顾征一样，都是从人变成妖的，他身上的尸毒可能就是他还是人的时候染上的，后来四喜成了妖，尸毒就被控制了下来。而且什么呀？刚刚居然无法将四喜收入府中啊。对呀，说不定是这尸毒起了作用，然后这符咒就没用了。极有可能妖性被尸毒压制了下来，符咒就失灵了。但是不能突然就爆发了呀，不应该啊。唉，不是天灾就是人祸。一会儿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都不要问，也不要跟任何人说，尤其是你的维玉哥哥和空空哥哥。
好多了。哎，张嘴。啊。哦，牙没回去啊。我功力不够。包丽皇姐姐，你怎么会法术？不是说了让你帮我了吗？暴力狂姐姐，是让你这么叫的呀？跟空空哥哥学的。死马空空！啊！我在昆仑山的时候，师父给我留的灵丹也只能暂时压制住尸毒，不能根除，而且还不能把牙收回去。你师父还给你灵丹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你闭嘴！你凭什么知道？哎，二位大人就在这儿。就是宁大夫和司马公子昨天晚上抓住了僵尸，我呀看得清清楚楚。什么？我怎么了？宁大夫，您就不要谦虚了。昨天晚上您和僵尸搏斗的时候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叫一个英姿飒爽啊！我们二位大人。多谢宁大夫，谢谢宁大夫。不不，这是县太爷赏的黄金百两，作为您为民除害的酬劳。哎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我们抓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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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就请吧。请什么？县太爷有令，必须把僵尸在菜市口当众烧死，方能安定民心。哎呀，空空！哎呀！捕快大人，什么情况？这个僵尸不是我们抓的，你搞错了。宁大夫，刚才你们可是亲口说的，僵尸就是你们抓的呀。喂，哥哥，司空哥哥，就是这个妖怪，就是他。空空哥哥，他们是在说我吗？后面许多会再说。原来妖怪是你们养的，放出去伤人，再等县衙发了悬赏令之后，再演戏骗取黄金。哎呀，不是，大哥您误会了。误会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来人呢？把这些骗子给我带回去。是。哎呀，捕快大哥，您真误会了。四喜现在是中了尸毒才变成这样的。对对对对对啊，跟那个被咬的女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她先被咬的，所以才会变成这样。不信你们看啊。真的？真的，我哪敢骗您呢？那你得受死。我可是听说了，被僵尸咬了的人也会变成僵尸。万一他要出来伤人，那可怎么办呀？你们说是不是？烧死他！烧死他！不能伤他！宁大夫，你这可让我难做了。医者父母心，不能因为一个患者治愈的几率比较小，你们就将他处死啊！换做你们的妻儿老小中了尸毒，你们也忍心将他们烧死吗？烧死他！你们还有人性啊！大家安静，听我说，咱们宁大夫这些年来啊，医治乡里，对老弱孤幼也多有关照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嘛，啊！所以我坚信。我们宁大夫是不会害大家的，这也不能留下一个祸害呀！我们怎么办？哎，大家别急，不用着急，咱们家老爷啊已经派人出去打听了，在这个城外100多里处有一个青城山，这个青城山上有个青城寺，青城寺里面呢有位青城子，这位青城子法术高深，对付这些个怪事啊那是最拿手了，所以呢我们要派人前去，请他想个办法。宁大夫，要不就去试试。哎呀，宁大夫，您就先应了吧，免得出乱子。而且我也打听过了，那个青城子确实有几分本事，您去那里瞧瞧看，兴许能治好呢。啊，这个，请大家放心吧，咱们宁大夫他已经答应即日启程，前去青城山。啊，这下好，大家都散了吧，多谢多谢，散了吧，那就好，散了吧，谢谢公公哥哥。哎。那就替我多谢陆家老爷了。啊，客气客气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这下说不定能治好你。来，小心啊！确定要去吗？要不然呢？可是我听说那个青城子是个十足的正道人士。四喜是妖，万一把四喜给抓了怎么办？不会吧，也只能这么一试了。没办法了。他们怎么会突然朝这边过来？
施主，那我先去了。怎么了？这罗盘好像坏了，指针怎么都不转？听说没有被挖掘的金山会影响罗盘，难不成前面有金子？喂，我说你们能不能顾头牛啊，非要让我来拉车？顾牛不用花钱的吗？哎，要不然我出钱，你拉我得了。十块钱，一文都不能少。没问题。哇，这婆娘可真沉啊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是那边，不是那边，是这边。今天看来是到不了青城观了。哎，要不先在这里歇一晚吧。累死了，累死了！今天要睡个好觉。有人吗？那么大的"自助"两个字，你看不见啊？哇，还真是超人世外啊！收费都自助。哎，你说有没有人住霸王殿？我看是没有人敢了。今晚我们住一间。这个太突然了吧？反正我只付一间的房钱。我还以为什么呢？比我还有抠门。小曼，我想先去洗个澡。洗呗，你还怕我偷看不成？小曼，这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说今天晚上我们怎么睡啊？你说呢？我说呀，我说那就，当然是我睡床，你睡地喽。凭什么呀？时辰到了，该知道的自然会知道。那我告诉掌柜去。哎，他那屋还有只小僵尸呢，用着你操心啊。休息了。这女孩子睡觉还打呼噜呀。我怎么觉得那么可爱呢？哎呀，
对了，万一这四喜被月光照到，这掌柜的不是很危险吗？哎呀，小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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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哪儿啊？小宝，小宝，你在哪儿啊？小宝，有没有人呐？您看见我的孩子了吗？他说去尿尿，可是半个时辰都没回来。大婶，您别着急啊，孩子兴许走错房间了呢。求求您了，你能不能帮帮忙？怎么办啊，我的小宝。走吧。空空。哎，你看，我说吧，孩子肯定在这儿。我是范家，啊！急急如律令。累死我了，那些不是倾城弟子吗？累死我了。曾经或许是，现在只不过是一些披着倾城弟子皮的妖怪罢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一回生二回熟嘛，对吧？啊！德月楼就算换了层皮，也还是德月楼。德月楼？你说这是德月楼？好歹也是故人相逢，出来见见面呗。想不到你命还挺硬，上一次还烧不死你。你确定那楼妖不会追过来了？所谓楼妖自然是不能随意移动的，一定是有心人故意把它搁在那儿等我。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那是楼妖，那你还让我们住在里面？不住进去你怎么知道幕后主使是谁啊？那现在也不知道吗？至少我知道了，青城山肯定出乱子。此话怎讲？德月楼可以困得住妖，但是不能困住人，所以三妖走后德月楼就没有什么威胁力了，幕后主使才放下那些弟子就是来阻挠我们的。你是说青城观里有妖？具体怎么样只有到了才知道。行了行了，走吧。走了。掌柜的，走啊。你为什么会画星格的法印？小曼，你不会被曾欢附体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敢怀疑我？疼！师父，我害过你吗？那我害过济世堂的任何人吗？等四喜的事情解决完了，我自然会把真相告诉你。小曼，小曼，小曼曼，哎呀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哎，曼曼，你不要不理我吧，我真的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
我怎么觉得此地有妖气啊？我都没感觉出来，你倒感觉出来了。客人远道而来，有请。小师傅，你认识我们？师傅说了，今日会有四位贵客来访，所以我一直在这等着呢。四位请随我来。这么神奇啊！大惊小怪。桂妈，走吧。四位请稍等，我去请师傅来。哎呀，这青城寺也是留心做桌子吗？这纸是干嘛的呀？好神奇啊。你不要跟土包子进城一样好不好？哎，来了来了。诸位来的似乎比我估算的早了些。我的天，师父似乎早就知道我们要来。城中僵尸肆虐，自要推算一番。想必诸位就是为了此事而来的吧？听您所言，是有方法能治疗四喜了。尸毒已深入骨髓，非普法可以去除。普法不可去除，那就是说可以用特殊方法吗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但不能保证能否成功。那谢谢师父。师父了，人有人道，师有师徒，若能帮助这位小兄弟重回人道，那倒是功德一件。随我来吧。哎，师傅，您知道山下的青城客栈吗？青城客栈乃寺中弟子历练之处，里面设了很多禁制。姑娘可是见到了什么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恰巧路过，好奇而已。你们说这菜不会是纸做的吧？这叫素斋。哎，四喜小朋友，今晚大师要给你治疗，需要进食，所以不可以吃。看到你的老相好，激动吗？师父让我来请四喜。尖锐，更锋利道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青城寺有问题啊？我总有种奇怪的感觉，我总感觉阿花就在我们周围呢。我的手，我的手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其实，你是石默默转世，青城子昨天晚上受了伤，应该不会逃很远。还有四喜所说的门，
应该就是指捷径。本想晚点再收拾你们，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出来吧。阿欢，阿欢，小心，他被氧气室控制了。张会长，你不要命了？你以我现在的状态，根本没有办法回喜鹤。你们先找一个地方躲起来。陆小曼，宁为玉，你们给我等着。